月底的事情。小心点，小心点。肋管现在是支出来的，民间是支出来的，三月啊，目前年度是三月。有楼梯啊？有楼梯啊？好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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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后面，小心后面。那几号房？另外还有经建会的张副主委坐在，各位，我想这个有这个名单，但是我就不一介绍，节省。各位产业界的先进，嘉义县两还有代表，还有两位乡长，各位村长，各位大家辛苦了这么晚哈，劳驾大家来开会。尤其是有人，比如说高雄餐饮学院的这个校长，他在高雄哈，还有陈先生是台北哈，戴董事长是在台中，所以有很多都是从远地而来的哈，到这边利用晚上的时间要来听我们爱山旅游县的产业联盟及工作群的座谈会。喜欢今天有机会来参加，感到非常的荣幸。阿里山从日据时代就非常的出名，包括日出、银海、森林铁路驰名中外。它不仅是台湾地区主要的旅游胜地，更是将台湾推向国际观光的指标。玩过5天8天，最多半个月一个月，他就会离开。离开我们要了解说他有什么需要，往往是不一定找得到，不一定找得到，即使找得到，人家也没有那个时间。所以顾客业者旅游业者，不管是饭店业或者是餐饮业这些业者把他当一些顾客把他组织起来，那就是产业联盟。所以我们阿里山旅游系统有产业联盟